好，我们来看一下，来进入到决战蚩尤的环节。是的，啊，这些好像是老开封阵。大唐魔王，嗯，这是带了地府，应该是带了地府。夺冠功臣啊，地府化生，地府化生，哦，国标阵，武装国标吗？武装国标，武装国标，应该是致敬，在这儿，致敬呢，啊，也行吧，也行吧，也行，嗯，致敬，要成套路啊，这样的话，先清王良，强梁。 一般来说的话，还是那个什么，基本上已经成这种固定套路了啊。是，率先对这个强梁下手，那么国标阵容的话也依然是上个开。对。嗯，还是把这个30秒的操作先给拉满呀。 哎，轻轻给。这还是先打盾吧，还是打先打珠子吧？有珠子的优先解决掉，或者兽魂哦，不对，先杀强梁嘛。对，嗯，先杀强梁，掐完强梁估计要杀珠子了。嗯，这大唐伤害爆炸，牛进气。这个出吧几率应该大一点。挺大的，说实话，这个出吧几率你不能跟。 武神男这些大哥豪门们比，嗯，163出来了，我感觉，163好像是失血吧？对，反正就在已经到了残血，就要不神佑，要不然就是那个了，残血，7000血的一个魔王，基本就是一个全魔加点了。对，嗯，拉满拉满拉满，嗯，我想看八。 我觉得这种无穷大的这种画面一定是有的，是，嗯，上个月好像我印象中就有，哎，好像有，嗯，不是你记忆力鱼吗？三个月都记不住了，主要最近的赛事有点多，确实很多，嗯，来了啊，没秘传，下一把。 嗯，关南帮这边 MC 秒就赢了。现在大家随着硬件的提升啊，对面的强梁扛住的回合数越来越少。以前是3回合，现在只需要2回合就在地上了。主要是也得看你上什么带着什么门队，像大唐跟狮驼这种连续性进攻，就2回合，他瓶子换不了血，是，他就2回合直接就躺地上了。对，以前都3回合4回合，嗯。 好，这回合的话有秘传飞沙走石。是的，作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想看的无穷，来不来？因为毕竟的话是和自己的法伤以及对手的这个血量啊是有关系的。对，回血的能力在总体来讲的话还是差了一些。那这样的话拉起自己的魔王，一把精青。 那保了一个出手，大唐给破血，1万的伤害，有没有强拉自己魔王的一个操作？来了，一传直接，没有，对不起，打扰了。不过其实这个怪物血量，即使说不出无穷啊，也是听起来也对，也扛不住。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关南方这边的大唐，一扫一个，一扫一个，没点了，直接硬怼的。 嗯，不过好在也出手了。对，出手就把CD消了就行。是。那怎么说？华人寺的话，金刚再补一圈。补一圈呗。嗯。他要不要叠人心？我现在都怀疑。宝宝曼拉魔王。对。嗯。伤害话是完全够的，而且之前的话也看。 巨虎苗这边的话有用国标阵容去封印蚩尤，其实总体来讲回合数还是挺快。对，只不过说这把他是因为把那个女儿变成了武装，哎，就是可能是你喝酒今天或者有没有抗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抗不抗风的也就那样，也就那样，哎，也就那样，真那样。是，是不是还是想要一把真阳令旗？啊，也有可能，有可能啊。
想把这个节奏再提快点。是，这现在风云池又变成一个竞速游戏了。因为毕竟像我们之前说的，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预测玩法当中啊，它有这个回合数，会有这个多少回合之前，过多少回合之后，风雨成功。对，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拿起来，嗯，共攻一刀，嗯，一刀。哇，这三个伤害好高啊！嗯，我直接换。那这就不用跟他藏着掖着了。对，直接来吧。先保大堂吧，我觉得还是先保大堂。是的，这个大堂基本上出手就是一个点，出手就是一个点。这一排上路宠的话，现在这蚩尤也是清不掉啊。再瞄，整体的血量其实现在都很低了。是，嗯，拉起来就行。哎。把华尔斯开掉，直接地府喝命酒。那武装现在被封印，出宠嘛，嗯，这把先出，那么地府可以惊，提大堂起来就行。你不怕对面笑你吗？他好像不会这个技能，不会吗？哦，他会风透技，是，他会风透技，嗯。嗯，对，那对面就得拜一下师了，嗯，对吧？可能不太想学，可能觉得没可能，可能不太有必要，可能觉得没必要。惊掉，惊掉！我宝宝拉起来上，宝宝拉起来上，他上盾吗？盾还是得上，干将吧？上什么盾啊？啊，要化身一个魔血，先看地传怎么说啊？没有，没有。起来就直接干将了，啊，这样吗？看一下啊，啊，干将之后呢，活血直接扫是吧？扫出去吧，好像没人心，好像是没人心。嗯。哦，还是上吧，还是叫常规啊，常规，常规，常规。八回合封天气，封天气，但好像忘带珠子了，好像是忘带珠子了，没有那个状态，不重要了，哎，不重要了，对，加不加那点伤害是都无所谓，是的。我觉得等观战方这边的魔王下一个秘传飞沙走石的时候啊，这个小怪应该也就差不多了。嗯，就得准备反伤甲啊这东西，然后把什么状态拉满啊，立一立了。哎，一听也可以往外拉了。他们这种打讲道理，地听得拉那种中速或者快速地听吧。是，干将还是先起了干将。嗯。来看一下，秘传跟没秘传区别还是有点大。嗯，有秘传的话可以看到秒过去5000左右嘛，5000-6000。嗯，哎呦，出善宝，哎呦，两善宝，那武装再补宠，集体被封，直接来只地境吗？武装出就行了，嗯，化成可以直接回去活。哎，嗯，明着你脸上直接甩个立劲。嗯，现在不太有其他过多的一个操作。嗯，没有什么操作。那这就是硬，那就善恶啊，再哎，他是不是地府有？哎，他人开，那就是有。是，对，一直在喝酒。对，在喝。这把人少。我觉得也就刚刚。这把轻轻这个血线抬上了，哦呦，9000，哎呦，回来换死了，换死了，换死了，嗯，不过还是没有秘传，啊，一样的，反正一回合的这个扫点的话，换掉一个单位，是的，嗯，我一手给了一个，有了，有了，嗯，金光一闪，秘传来了。我觉得是不是得，哦，也还好，倒也还行，也还行。这把大堂动不了，也应该不至于说一把秒过去就进去，应该还不至于。嗯啊，理论来讲的话，天无应该不至于吧？对，是吧？对，你可能玄冥跟这个祝融有可能会是直接被，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再喝，就硬喝。嗯，米传来，没有，没有，还好，这样看就还好。
我速度其实还挺快的。是。他这种大唐，说实话，对，太恐怖了，这个大唐。下把化生出，地府在京。嗯。那大唐是不是血量扫不出来呀、啊？可能不够。哦。不够了。哎。看有没有配速吧，如果有配速够顶一个，可以顶、啊、可以顶，因为化生在里边只能出宠。啊，这样的话没有敌人心，化生寺出工程也行，或者说出一只配速也可以。嗯嗯。两精吗？不重要了呀，他只要能加血就行、嗯。哦，那这样的话，那他还是要扫出去，要扫出去。摄魂，摄魂对。因为刚刚他是那样的，他刚刚不是那个29000，对，换了20000多，刚好29000吃。嗯，也没有浪费。魔王上把秒了一个3000，5000来了，还了一个5000。我觉得啊，这个棺材帮这边化身先别动，先把金刚拉了，化那个什么的，后面直接拉那个拉，直接拉地厅吧。我感觉魔王再秒一手差不多了吧？应该，我觉得再来一个密传就差不多。那我觉得不是得考虑一下补状态了。就是说，你如果是要如果是拿地厅冲的话，其实可以考虑不拉金刚。嗯，其实你到后面反正就地厅的伤害高啊，对啊，哎、地厅加敌就得了。哎，啊，这个回合数在哪？啊，现在还没到16回合啊。再倒了、哎，这样秒真的扛不住，就硬秒倒。主要对面的化身倒了，再顶，没有任何药。对。哦呦，这个珠子以后的这个秒伤害确实还可以。是。那祝融的血量其实也已经差不多了。嗯。这个时候就看一下是不是要稍微稳一下那个。状态了，对、嗯，因为你别一会儿直接进去了，对吧？你这个状态进去，我觉得那我觉得是这样，魔、王可以起牛进，哎，这样的话，你的大唐配合上宠其实是在这点杀，不可能说一直清场，是、哎，对，嗯，上盾了，那这边他上的苍白没有上那个，没有上会员，嗯，啊，不用上会员，因为现在都是拿地丁直接冲了，也不用说弹地面多少血，对，真不差那点弹。满了，那药可以无限拿了。对，我觉得可以换宠。是不是还出地？还早一点吧。这回合对我看还几个，还三个呢。稍微这把他雾中仙要破开一个风舞。嗯，他五号那只不用管，那个五号宝宝杀不了、杀不了宝宝，嗯，就是把二号那只扫掉就差不多了。这把换地厅，下把二号扫了，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就等着盘地重生。你觉得奢比是不用管？不用管，是不是不用管？啊，血滚最后就行。那个打不死单位的，打不死单位的。保自己一个整体的血量。是的，嗯。这会这个总归会给你留一点。好了，那这样来说的话，看他出吧，直接出就行。出我觉得下回直接出，把那个扫掉，扫左边这个出，你觉得？我看出一排吧，扫的这个、不用出一排，四只，三只，三只两三只都行。其实这样，三只毕竟挂魔王，这一把先扫了这个一号雾中仙，嗯，出地厅，嗯，下把就给渡劫，嗯，然后最后一回杀吸血鬼就进去，对、嗯，就可以了，对，嗯。确实问题不大，曲阜这个帮战给了棺材帮他们挺大的支持。是，这不叫什么啊？聚义山庄啊，聚义山庄，对对对对对对。我老忘。啊，可以换了，我觉得可以换了。现在棺材帮这边能去选，嗯。我觉得珠子比这个奢比兽是好像收益最小的。是。所以说都是把基本上来说都是把它留到最后嘛，对，留到最后，然后就准备一下状态就直接进去了，对、嗯、纯天然无公害嘛、这个召唤兽，对，这直接出了吧，出了吧，这得出吧、啊、出吧，就看出几个了，嗯，
下回战争令旗一给，渡劫一加，哎，因为你还得等一会，因为这样你出来之后呢，他得渡劫，是渡劫了再进，没错。哦，但是如果给大唐，是不是就不出地厅？哎，看看吧，看是不是不出地厅？这只要拉了一波金刚啊！哎，对，想等魔王无穷直接灌过去，靠三个来，就是不是想玩个帅的？哦，还真是，嗯，那行吧，那就不靠地厅打，看看，还是换吧，是不是下回合还是换？那是不是不用？那其实我觉得这跟大换的跟这不是是这样子，嗯，他给大唐加了个真阳，嗯，那你如果说魔王也得加，他要靠地厅的话，他应该得留着给地厅啊，对，对吧？不到十六回合，现在是大唐那个真阳就不要给了，封天级结束了啊，这应该是十六回合过了，对，你看应该我应该还有一点，看这个架势应该是不想用地厅过，就直接就过了，对，嗯，哎。看看，玩个新套路，玩了个新，对，啊，之前也有队伍就说我就不靠地厅，就直接硬过，是因为也够。第一回合如果没飞的话，第二回出个顺法虚弥就行了。嗯，对的。看看吧，那大唐是再补个干将呢，还是直接戳过去？我们看看吧。宝宝加魔王取秒其实也够了，吸血鬼应该是要倒了。展现一波伤害的话，其实把干将踩起来也行、啊哎，也行，是吧？也行，你金阳令旗都加上也行，嗯。哦，还是来地厅啊、哦，还是换，毕竟地厅致命嘛。哎，哦，全换，嗯，也还行，再顶个海，那下把给渡劫了，就看他渡劫哪一个了。嗯嗯，来，渡劫给个五号。这个是不是还是给有蓝光的给有蓝光的、啊、有蓝光的确实能连在一起收效收益大、啊、是呀、啊嗯、因为攻的毕竟打这个好像是也是还是面伤为主、嗯、毕竟连体嘛是给个渡劫那么这一回合把血鬼拍掉就可以进去了嗯起来渡劫加上哎还是给个蓝光的摄魂保一回合清掉、嗯、也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再换一个三昧真火反正也捡这个 CD 够了吧应该差不多还有个单发啊还差一回合哎呦那渡劫没了嗯没切进去啊没切进去渡劫没了、嗯、那行吧没清掉四那这样子很尴尬的点在哪呢如果下回来刀光剑这五个地厅都没对我觉得大唐要不提个干将来以防万一主要设计师的速度也比较慢、嗯、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魔王一直没有等下个 CD 的渡劫等下个 CD 把塔立了没必要，没必要吧，没必要、啊，没必要，我觉得没必要。稳一点的话，其实可以等的。十比十，反正是那种，对吧？有点长，气爆都没了，是也不差那个气爆了呀。嗯、也是。对。地府再喝一瓶。嗯，这砍哪去了？找半天了。好来了、啊、准备进、啊、先看完这个一然后就进去、嗯、小四海不满来涅槃重生看看有没有刀光剑影大家比较喜欢看的把这一排地厅都给戳掉哎大家这时候估计都在刀光剑影、哎、都在、嗯、看看吧是群秒还是说封五个还是五神怒击来刀光剑影哎呀哎呦哇真齐是、嗯、是这也太齐了是完了这回合两把金青扫出去秘传呗 但有那个呀扫出去秘传嘛对有秘传啊、嗯、我们看一下啊嗯够好扫出去秘传地府手里还有分担哎有金星地府手里还有分担但是
还没出手啊。嗯，猛击。哎呦，哎呦，没动。加敌了。嗯，加敌了。加敌了。嗯，那再出宠呗。赌不出刀光剑影，我觉得得出个血宠。得出，得出，得出个血。你别说，这一下好像有点压力。是。先把宝宝拿出来。拿出来。嗯，是。我觉得得出个血宠。得出。像化身这个点一定来个慢点的吧。嗯，都行，都行。哎，瞪眼。哎。他看一下结束没有吗？是的，是。对面再来个刀光。哦，还来？还要这么玩？还要这么玩？玩的就是刺激。行，再来五个，就是地听多。对，玩的那就是一个刺激。是，后面还有呢。还有抓大堂。对，还他可以把那种哎，能不能留一只？能留，能留。哎，哟。能留一只魔王出了吗？魔王没出，那这把啊，这个心哎，完了，这个杀死啊！哎，不会，一只没出，是不是？刚才那个瞪眼是在这儿呢？啊！回合开始的时候才他直接显示了啊，在这儿等着呢。哎呀，愿意耍酷是吗？是，愿意出地听是吧？是。那这一下子有点僵硬。需要把状态回一手吧，我觉得是吧？得出雪宝，对你这个，你出雪宝，得回回状态了吧？刀光剑影再来，嗯，看我五个八，看看有没有五个八魔王，得把归宿拉出来呀！哎呦呦呦呦呦，被封住了，这时候出了手，这时候不能说话呀！嗯，拉出一个孩子，还有个猛击宝宝，我倒是怕倒了，不会翻了吧？强者还没出手呢，这。我就怕猛击的宝宝，不用猛击了，地听已经走了。不是强梁，强梁没出手呢，是拍孩子呗？哦，拍了个宠，神没神？武装有词吗？不是，还行。他出了那个孩子的话，至少两个输出还能拉起来之后再出宠啊。这个打得这么刺激吗？这个咱们武装人体一个，孩子体一个，那就只能人体化身，人体化身了啊！化身提地府，地府出宠，对，出宠，然后孩子提大唐，大唐提魔王，魔王再出宠，嗯，这尽可能多的人物单位站起来，是、哎、是，又没封过，又为什么还要用又？因为上次也没过吗？也没过啊，人顶啊。不太好顶啊！说实话，我们现在聊这个问题，还不如等那个神佑 CD 呢，是不是？啊，有道理，是吧？求稳啊，求稳！我也说，等渡劫嘛，是吧？要不说上次，要不说上次西山峰的时候，对，那地厅的那劲爆蓝光都没了，也得等着他给他加满了状态再进去啊，稳妥呀！哎，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节目效果是出来了，节目效果拉满武神怒击 ，OK， 还是恭喜欺负孔庙，这个拿到了咱们新年的第一冠啊，是的，这个其实我觉得。